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到日常的状况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和家人朋友见面，不管是远在他方还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约出来见面。我相信很快很快，像现在就已经可以出国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能很快很快就能够回到日常的生活，所以这首歌是一首祝福的歌，叫做《我们终会相聚》。究竟什么是永恒？